这也给我洗来。老太婆，你看什么看？儿媳妇，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你真死心了。你呀，就是懒、矫情，让你有什么用？赶紧给我洗吧。对了，我今天中午要出去吃饭，就是这个吧。吃呀！你看你这辈子活得这么窝囊，真不知道当年阿强他奶奶怎么受得了你的。等阿强回来了，你跟他说，你搬回老房子住去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你老公的爸呀！我儿子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妈那不是懒，她只是不能干重活了。每到刮风下雨，她浑身就疼得厉害。她怕冷，她怕寒，那不是因为她矫情，那是因为她生了儿子第三天，她就出去给别人干活了。你知道她带着儿子进去遭了多少白眼，受了多少冷嘲热讽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她落下了一身的月子病。她也是个女人呢，她为了自己的儿子，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，硬生生的活成了个汉子。儿子，你别说，妈。希望在以后的日子，你不怕冷，不畏寒，下雨的时候不怕死，下雪的时候有温暖。妈，妈，儿子让你受苦了。